不错不错不错，终于可以可以可以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到博子解说。哎呀，今天非常有趣，今天跟一位车友啊，他突然赖我说他今天啊想要来这个轻微的改装， OK， 就是把这个后雨刷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后雨刷把它拆掉。那么欢迎我们的车友徐兄。 Hello Hello， 嗨，大家好。OK， 今天你想要把这个什么后雨刷，对，给它拆掉。拆掉？为什么想拆掉？因为老实讲啊，基本上我是玻璃啊，有先涂油膜之后有上脱水机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，也不会影响到，对，不会用到。对我来讲，基本上我是根本不会使用到后雨刷，个人的使用习惯问题。但是就是会变成说，有时候呢会误触到，因为像我就有误触到两次。但是都不在下刷后雨刷是吗？对，不知道下后雨刷的开关。对，那都是在下雨完，不是下雨的时候。对，都在下雨完干掉，然后玻璃很脏的时候干刷。想说这样我没在使用，就把它，那我干脆直接把它直接废掉。哦，对、啊、对对对对，合理合理。这位是老板吗？对。Hello Hello， 怎么称呼 ？Jeff。Jeff。Jeff。Hello Hello， 所以有兴趣改 Fox 的朋友可以来这个 KC 找 Jeff。哇，整片后面都拆下来，大家应该都没有看过这个。因为他要把这个马达拆下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马达。对。这是连接后雨刷。哇，还真的第一次看后面这个没有板子的。欸，老板本身也是车友，对，四代的吗？四代 ST。 哇，突然发觉到一件事情，哇，你在囤积卫生纸，这是该不会是之前卫生纸之乱？没有，这个是工作啊，这个开货车，对，那加油赠品拼命拿啊，是啊，对，帮家里省钱，哦，都是加油赠品，对，都是加油。哇哇哇哇哇，超级多。快到非常特别，他去改四出，没错，哇，非常的帅气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是 Lomo 版是不是 ？Lomo 版啊，这是 Lomo 版多连杆。哦，那、啊、你觉得 Lomo 版跟 ST line， 你那时候是 ST line？、没有，直接跟是 Lomo 版，直上底规，跟着新走，跟着新走，不要不要去想那么多了，感觉是什么就选什么。对。买了就享受它，买了就享受它。而且它现在五月嘛，你说五月交车？没有，一月啊，一月交车，一月二十二号交车。现在半年多，对不对？七八个月，它已经开了快2万，哇，非常享受这台车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它下施工的情况。那今天来这个地方是 KC， 对，专门组成 KC， 在总部嘛。对 ，OK， 它专门做一些 Focus 一些改装。
所以今天来这边算是朋友介绍。我是在虾皮，虾皮找到卖家，然后卖家的就是北部配合店家就是在这边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封起了，等到时候明天他干了就可以吃鸡血。至少说他干的时候，他水不会，现在水不会含在里面。啊，对，就这样。明天再吃呗。OK。哦，谢谢我们的 Jeff。不会。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好啦，这个非常的有趣。这个刚才啊，我们从那个土城的 KC。感谢我们的 KC JF 老板，哇，这个非常的特别，帮我们这个徐兄啊，把那个后雨刷整个拆掉，哎，而且很特别，他是用那叫什么玻璃，那个胶什么玻璃什么胶的，对，他用玻璃胶，对，反正用玻璃胶，然后最后把它铺起来。可是有个缺点，什么缺点呢？就是下雨天。在300公尺处向右转。先给导航说一下话 ，OK， 这个下雨天，听说玻璃胶不能碰到水。但是他说他还没干的状况之下进水哦，对，所以他那时候先帮我对贴一块，先贴一块胶，对对，防水的胶。OK， 所以大家如果一样跟这个徐兄一样有兴趣，想要这个拆掉这个后雨刷的话，但前提建议啊，就是你后挡风玻璃可能要有镀膜，不然你下雨天哇，你这样子可能后面真的都看不到。向右转。所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这个。KC OK 去找这个 JF 老板，那我们没有接任何业配哦， OK 单纯一个记录。那一样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订阅，那别忘了我最近有开一个 Podcast 频道， OK 关于说车的，那欢迎这个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Google Podcast， 好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踪一下，那还想了解什么话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，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咯，拜拜。